突然出现一个娃娃。哦，谢谢刷子，涂几下，变成黑头发了。透明指甲油，过了一会儿，还不够，加一对辫子，更可爱了。画蓝眼睛，他笑了。老鼠带来新衣服，它很适合黑色和红色。小家伙在家里玩玩具，我的蜘蛛，和宠物一起开心的玩，但即使不在也没关系。做好了，美维斯，手一移开，宝宝就爬出来。糖果藏在货架上，真调皮。躲在壁橱里也没有用，该睡觉了。小手把宝宝放上去，晚安，美维斯。用塑料零件做手工椅，做旧。宝宝喜欢这样的挂件，添加水钻、猫头鹰守护，真有创意。这是梅维斯的房间，谁在这？鬼叔叔。小侄女，这是你的礼物。妈妈咪呀！怪物车帮你做噩梦。鬼魂把车固定好。鬼叔叔，我睡不着，给我念故事吧。好的，我找一部恐怖电影。哦，真可怕。宝宝困了，我得走了。任务完成。女孩看着瑶瑶睡着了，一个红头发的人出现了，是谁？梅维斯是黑发。哦，就是他。改变妆容，黑色口红和尖牙，将裙子涂成黑色，真好看。搭配长筒袜，蝙蝠停在裙子上，梅维斯准备好吓人了。宠物很孤单，它想捣乱。嗯，好吃。后部小心，看看一团糟，我才走开一会儿，都是你做的。梅维斯骂他时，果冻改变形状，果冻怪物出现了。哇哦，是新朋友，真有趣。切两块纸板，做棺材，涂成红色，用热胶补充设计。第二部分做床垫，加天鹅绒。Well done。当然还有网，内部有扮猪，像这样，棺材好了。梅维斯，你好，听见了吗？啊，是谁？露丝，棺材太隔音了。和朋友一起玩真好。女孩们爬上了笼子。哦，床在动，是恶魔吗？我们去看看。哦，是你，他总是吓唬我。女孩们坐着跟蜘蛛玩。梅维斯长大了，这是两具骷髅。用神秘烟雾做发型，
Nice. 梳理一下刘海儿，化妆吗？当然，听你的。Excellent. 测量。哇哦，真舒服，看起来不错。Yes. 添加条纹，穿连衣裙。Wow. 搭配蓬松袖子，把鞋子涂成红色。完美，耳朵伸出来，准备迎接新冒险。Yeah. 梅维斯喜欢在墓地散步，他总是给墓碑献花，尊重死者，纪念他们。散步时，小手一直陪着他。他点好蜡烛，香气唤醒了骷髅。哈哈哈！嗨，很无聊吧？聊天怎么样？哦，梅维斯，有了你的花朵，我们很乐意跟你聊天。一条泡沫纸来了，放电线，用粘土做一个角，连接上去，用亮片装饰，很百搭。哦，差点忘了，不换装就不能参加独角兽派对。今天的装扮很重要。我是梅维斯。Hello. 让我看看，有脚，名字正确。进来吧，玩得开心。梅维斯加入派对，你的脚很酷。嗯，啊，鬼魂。你是哪来的？你的装扮呢？哦，我忘记了，没关系，我帮你。鬼魂也有脚了。派对继续。植物在蜘蛛腿上旋转，非常感谢。试试吧，完美。Nice. 添加袖子，还有高筒袜。穿鞋子，哇，哪来的老鼠？哇，娃娃变了。是梅维斯，他成年了，准备征服世界。Yes. 朋友们在咖啡馆聊天，但被翅膀声打断。啊，蝙蝠，跑，快跑，会咬人的。梅维斯从迷雾中出现。Hello. 你们不认识我了吗？哦，是你，忘记我了吧？哇，我们很想你。朋友们聚集在一起，继续聊天。拿美妆蛋，洗咬杯垫，四个弹簧做腿，宽松的面料，有趣。用金色水钻装饰，哇，全是热胶，涂红色，红色的熔岩玉，完美的组合，填满酱汁。哇哦，梅维斯好疯狂。精灵酒店里有美容院，欢迎怪物和吸血鬼。蝙蝠在找西红柿。大丰收，满满一篮。Well done. 梅维斯进来了。Hello. 需要帮忙吗？照常。好的，西红柿浴准备好了。梅维斯小心地躺下，蝙蝠叼来西红柿。西红柿浴可以护理皮肤，给细胞补充水分。
放松一下。蜡烛在闪烁，吸血鬼需要保持年轻。很棒的家庭照片，需要框架。还有镜子，涂成红色。左右，镜子上都是油漆，底部有蜘蛛，一双手伸出来，上面都是蜘蛛网。啊，太可怕了。哦，独角兽派对真好玩。梅维斯，什么？有声音？是谁？在哪？转过身，梅维斯看见僵尸的手。快过来。不，我受够了。 No。 放松，梅维斯。给。好吧，试一下。他触摸手，传送门将他送到另一个世界，专门用来放松的无人岛。哇哦，坐在躺椅上放松。梅维斯喝着鸡尾酒，在棕榈树下放松，在海里游泳，一个很棒的假期。Yes。